Welcome back to my vlog。 今天就是拍 MV 的日子，重要的日子，也就是说今天那个影片你们就看不到一些重要的部分了，有些重要部分只有可能会远看到，因为今天这个MV 呢，我是不懂什么时候会出。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已经在半路了，但是为什么现在掉在半路呢？不是半路啊，我们是还没有开车出门，绝对不是因为我睡迟，肯定不是，因为裸嘛裸，昨天闪到腰，我们要去关心一下哈。他应该是闪到腰下不到楼梯，要不然就是闪到腰走不到路，应该是啊，因为我刚才叫他起床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的。看一下他洗多没。到咗噶啦，朋友。你死紧啦，得唔得啊？好像痛的地方跟我一样，像这个地方。你是这边啊？屌喽，这个地方是最难搞。我的是应该是大概是这样。这个、不然我们就跟好人讲，说的好人今天拍不到，我们下次再预约。不行啊，可以。应该还有洗脚的，去拿我的那个，我平时痛的时候拿来贴的那个，类似像沙龙巴斯这样子的东西，给它贴贴一下。我腰痛的时候会擦的药膏，还有会贴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再加上给它按摩两下，给它血液循环，看可以救到它吗？救不到它，有没有办法？救不到就给它埋掉。哎，来，给我看。喂，擦药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哪里哦？这里啊，确定在这里啊，血液循环一下，我是全部要放全部，这个 OK 大嘞，这个可以啊，七早八早这么好的 service， 我还前辈嚟噶，我还腰痛的前辈嚟噶，不要再睡了，气啊！哎，我原本上来他应该是很惨的，痛到，然后结果我一上到来的时候，你是口口声的。我们本来应该八点就到了的嘞，你看，我不是讲十点才到吗？十点才到那是你讲。真的很大，喂，可以的吗？好死不死，一次过在这种时候拍 MV 呢，谁不谁？希望他不要等一下，因为我睡回去。好啦，我已经尽我的能力了啦，我去帮他舒减疼痛了。你知道这个20个小时跟4个小时的这个是多么难熬吗？记得我们要坚持下去，就像三个月这样，我们就是这样坚持5公斤，而不是8公斤哦，都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这个我们做不到？是不是做得到了？坚果类不会影响我们的断食，吃一点顶住顶住一下啦，尽量不要吃那有盐啊有糖啊。我们已经到了拍摄的场地，是在一间4星半的酒店这里啊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哇，我们给 Derek 老师，哇！今天我们的妆靠你了。Sorry， 把人家东西弄倒掉。我们到酒店了，拍摄完毕，我们要看一下这间酒店如何。叮叮，我们人已经在里面了。不过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好像看不到我的？有没有？不是我要夸张，你懂？真的很暗，它的灯哦只有1粒毛烟、2粒毛烟、3个、4个、5个，啊，是有一点点暗呐、啊。不过如果讲环境的话 ，OK 啦。你看有一点 design 那个床，哎，这个床是 king size 的 bed， 边做工就很舒服咯。不过就会很想睡觉。我有这个灯的话，啊。这样就比较亮一点点哦，原来它的 design 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不要做工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灯关掉啊，这样就是你就可以享受比较舒服的环境。这个环境是很想睡觉。我们来看一下厕所。擦，哦哟，玻璃吗？要放衣服。
然后这边就放保险箱，厕所比外面还亮啦，简单来讲，因为厕所有时候可能女生需要化妆，需要亮一点。这个大便也是啊，大便的环境你看是不是很 Q， 很像很 feel 这样，很有艺术感，好像在一个 model show 这样。坐在那边应该是最适合拍照的厕所。哒当哒当哒当哒，哇，这个洗澡的也是这样子的，也是很 OK 啊。你看，如果我在这里拍个照。这一边呢，我今天 book 的啦，应该是算是 promotion 价钱，然后是300多块。总体来讲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它这间酒店算是四星半。整体来讲，除了比较暗一点点以外呢，其他的都 OK。我喜欢这个环境，这里就如果是睡觉啊、拍拖啊，或者是烛光晚餐啊，不错呢。现在我们要去 order 东西吃了，肚子有点饿了。Let's go， 我在这样的国家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 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 y'all。